大家好，我是史蒂夫，这是我的第一天，现在我要去挖材料了。哇，今天天气好好哦！哇，这些材料都好漂亮，哇，好多材料吧，我一定能做一个非常大房子。哇，现在先我要做小房子了。嘿呀，哇，先好嘞，但是我必须得做完，放个灯，这样子我就不怕黑了。嘿，这样子，等会儿快天黑了，赶紧做，哇，赶紧，哇，哎呦，天黑了，哇，快看看小教室有没有来，哇。我赶紧躲起来，赶紧来，嘿，赶紧！啊，小僵尸来啦！好，吓死宝宝啦！好恐怖啊！赶紧跑！啊，不要接我呀！啊，鲨鱼先生来救我啦！哇，好开心啊！